小步啊，避免继续的有人去试探草丛。上半区毕竟可能就是正常的发育对线，看一级直接球就走到牛头的脸上啊，黑了一下，先定一下，看来发钩子继续是公牛头 ，TPGOT 挡得很好，保证了 Fortik 始终处于一个不错的血线。南疆先打了红之后，二级有一波来中骚扰下的机会，但是怎么说瑞兹直接走过来了。瑞兹一级说：“小兵，先帮哥升一级行不行？”Rookie 一推二，是的，直接先拉开自己的位置。卡仔来了，哦，这波可能要直接越掉，跑直接来塔下，刚好纳尔的怒气是上不来的。反正交闪再扛一下塔，但是这一波拉扯就自己活了下来，就交了个 TP 劝退。瑞兹觉得自己中线不好，所以也不敢跟着纳尔在上路耗费太多的时间。哇，是波卡卡又骚扰一波，帮了一波嘛，但是焦太郎又不能在上路停留太久，所以其实瑞兹自己中路是亏线的。这边下路勾到了一套焦点燃汤姆斯，应该是的，但把 PPGOT 的血量打得很低，差最后一下。嗯，小号很小闪现过来一下没问题，人马一直给上路压力，而另外一边小号在下路也成功了斩获了前期的人头，节奏方面还是不错的，而且知道你在下半区 Rage 直接是吧，顶着兵线上来压你，六级压五级，对，就让防御塔尽可能的把这个兵线给吃掉。泰格斯闪现不敢过去，红色方人太多了，但是 Rookie 也赶到战场。哎，这波 Rage 也过来了，怎么说那是没有 TP 的。牛头 PPGOT 直接一波绕后顶到了 Bite 顶三个人，哎呦，这波 PPGOT 再次绕后立功，格温下来直接舒服的砍到双杀，拿完小黄之后还在下半区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打这个红，他在等队友。那这里虽然说最终一波先手配合的布留斯第一时间确实秒到人马了，但是这个牛头顶到脸上了呀，一波四包二的机会啊，来了，瑞兹开车，有车，距离直接开到后面，准备顶到塔下，交闪现大招。而 PPGOT 虽然说只有五级，但他很肉啊，第一时间扛了一波伤害，这个烟雾弹被球推到了，一推，同时闪现躲掉了球球的一勾，金克斯跑了起来 ，W 先减速到球球，球球回身一个深水弹，但是只能成就金克斯的一波 double kill， 最后抱着虽然说拼死换掉了一个牛头，但他自己也要死，金克斯狂砍三杀。哇，这波强行来下路的节奏，金克斯拿到了一波三杀，这个就是红色方 AL 他必须要做的，就是他只能去抱团得当。是的，这波如果两个人没有撤退及时的话是有可能会出事的，但是刚好也知道你中野要过来的这个落地位置，做了一波反包。哎，怎么说呢， AL 还是自己急了一些，你想本身下路这个中野往下面一走，保障厄斐琉斯去吃点肚子疼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。嗯，但是就强行的想去越二塔呀，泰坦第一个秒表很重要，不能让金克斯去起飞，先给大招给金克斯，坠鸣命中留了一下，金克斯交闪，那后续的伤害跟不上了呀，牛头一直在前面扛着，对，牛头先卖了自己，但是旁边卡萨已经过来了呀，一个马蹄子直接去踢小号，大招直接逼出球球的金身，金克斯跑了起来，第二个人头由卡萨拿到，其实做了一些尝试了，是，但是只能推进去更多人头，上楼瑞智还想直接去塔下单吃，还差一段，没有达到，非常容易起飞的，因为左边金克斯想起飞瞄准的就是你前排纳尔或者说泰坦，中路想去抓 Rookie， 南墙有大招的，但是斩杀不掉啊，觉得 AL 现在接团压力会比较大，因为现在纳尔没有发育的特别好，嗯，出了一个矿刀之后线上又没有能够推线，因为右边的阵容前排是比较缺乏的，是的，就是金克斯太好去起飞了，泰坦本身是一个比较脆的辅助，同时纳尔因为应该走的是破剑者嘛，破剑者你打团的时候本身抗性又不高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看金克斯打你这些偏脆的英雄，直接一个交或者手雷铺路，皮皮到了，先去探路，对肉的人先探路，那泰坦要被卖掉了，对，没什么办法了，这就是蹲伏和反蹲伏啊，两边比拼的是经验，孤立无援的窘境。Rookie 这里稍微有点点浪啊，塔下直接推死了，哇，等一个治疗，这口奶给抬了起来，自己在塔下，队友刚才都已经远撤了，结果自己是单秒掉了 ADC， 直接越到后面来留人，而且一个大火箭直接安排上了，这个推球哇，超远距离再次命中小号，小号闪现躲过交火者手雷，不然又要被夹到。再看刚才这里黑雾凭借了自己的经验先去牛头看视野，关键是看 Rookie 在塔下的那一波，
先攒个球，咱们看队友都走了，队友都走了，Rookie觉得好像是有机会的，直接一波能量倾泻。随后这是一波追击战，他留了一手大招，直接逼出了 Forge 的闪现。随后 Rookie 又是一个远距离一推。那说到 Rich 十二级直接减十三级，那说我等级都补上来了，你怎么还是不依不饶呢？峡谷输出来之后根本打不动啊！那说到视野压制，威武开始了，又是牛头人马野辅走前面，球就先开卡萨，深水炸弹也给了人马，第一时间能秒掉吗？给了个清辉眼睛，第一时间还是秒掉了。落地这个 Rich 这先捡 ZDZ， 双方的野辅打波互换 ，ZDZ 变小之后只能坐吃逃跑，赶得急，是的，可能要 rush 掉了。TP God 一个人在断后，他一个人就足以阻挡住红色王的脚步了。同时又是在侧面掀开，有金克斯的输出太猛烈了，瑞兹直接从侧翼被收掉了。纳尔放大之前就已经被打残，一个大火箭招呼到纳尔的脸上，而格温又单切掉了辅助，自己又一段大招减速，我又砍下一波 double kill。那 AL 四散奔逃，只能被威武各个击破，敲了起来，然后直接被牛头收下。但是因为没有小兵，没有人真正去帮助英雄们扛塔了。反的话，威武如果不是AL 那边如果不是开的先手开的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，正面的装备的差距还是输出不够的。是的，来这边抓到了一波 Rookie 的机会，这应该是利用 Force 一波开车。对，是的，来上路线抓了一波打二这种情况，这个应该是上路的这一波 Rookie 想把这波兵线带掉走的，但是后面有个 TP， 这边有个车，两个人合力啊，将 Rookie 给留下。而且现在瑞士又开始了第二段，因为红四方本身开团点就不缩呀，太依赖于球球这一勾了。这个炮的伤害太高了，有点吃不消啊。泰坦又想尝试出钩，勾到金克斯了，金克斯走位有点过于向前了，Forge直接闪现去攻金克斯，但是第一次时间金克斯往后一拉扯，直接调整自己的输出位置，那双 CL 都已经倒了，金克斯再度起飞，刚才其实想开金克斯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但是无奈呀。那我们要恭喜威武在这场面对 LBO3 的第一场比赛中轻松获胜，恭喜威武。是的是的，同时我们恭喜啊 Rookie 选手在自己的 LPL 的职业生涯自2015年至今达到了400的总胜场，恭喜 Rookie 了。纳尔看到泪流满面，哎，突然间发现对手已经不是昔日的他了。是的，然后就我们说了这么久，还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金克斯。是的啊，八杠零杠九超神了嘛。